是后来你嫁给了一个普通的男子，过着普通的日子，没有太大的房子，而我们当时的争吵内容都关于不真实，可能是我忘了现实的样子。其实后来我默默的关注，像一个孩子，过着浮夸的日子，越来越不像自己。城市里，每个人最初。